GoPro 吧？那个类似的，对，也是运动相机。嗯，对。是你是用绑的吗？还是？对，它是我后面有用一个绑带，然后再把它扣上去的。哦，对 对。因为我最近有在思考，哦，看到好奇问一下。哦，对啊，有。因为我是骑外面那台 CBR， 是因为它有时候。哦，你是骑 CBR 的。相机太就是行车记录器。嗯。它本身因为它就是前后，我就有时候它角度照不到，有在思考就是。行车记录器的部分。哦，对啊，建议是车除了车子前后，在我自己身上也有比较好。对啊，就比较保障一点，可以看比较全面。对，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被车子那个，然后我捡起它，然后都没有过，因为角度问题。角度问题。对对对。因为主要是这几天就是一直下来，我怕又拍不清楚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它只是很常去擦那个镜头。嗯。因为雨水的关系，所以我在想，我原本想要买 GoPro， 可是我在看其他品牌。哦，你可以考虑 SJ10。对 ，SJ10 的话比较便宜，而且跟 GoPro 相比，它比较不会像 GoPro 有热档的问题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我再去查查看。嗯，好，好，谢谢你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